学问，干那一直想讲，你去研究，真多，真深，但是呢，多而不专呐。干那想要追求，想要爱，安尼都必然会啦。难得真真正正体悟到这个道理的精髓，所以佛陀甲咱讲，咱爱好好专心。上重要的就是爱修持弘道。祈祷心态啊，咱的心一定选到一个法门，咱来好好修持，一心勤力，这个道呢，就真大。只要咱真正会当体会道理，古早人一句话讲：一理通啊。万里天啊，一项个道理，你哪会当通通？什么款个道理，咱都会当了解。所以佛陀时时向咱教诫，修持佛道，这个持爱伫倒位呢？记得下，咱爱专心立志，咱的志愿，咱的心愿，咱必定爱透彻这个方向。所以佛陀啊，有一段时间向伊的弟子谈起了。一段过去生中的故事，一位年轻人叫做陈，伊对人世间春夏秋冬生老病死都看得透彻，伊有一对的父母，年老啦，失明啦，伊感觉真正的好啊，父母不是不尽，是真道理。想要到深山找一个清净的所在，期待着父母呢，也会当同行，从安尼潜入深山，过着真正的安详、平淡的日子。有一天，伊甲水果啊、菜啊，拢备好啦，要来去河边储水。天地宽广，河水呢源源不断，哎，树上的鸟只，这境界呢，确实是足水。当伊看水拄好徛起来时，一支箭向伊射过来。伊啊，就大声叫：是啥物人一箭杀害三个人的性命？原来呢，是国王出来打狼，看到一只的麋鹿啊，那会知影，但多好趴在水里面。
一世无疑啦。我的乡亲，那我要落去啦。讲就甲伊讲，我会甲你疗伤救命，我会关心你的父母。讲沿着这个路行，无偌远有一间厝，外面是毋是有人来？我谢国王，难得国王来到阮的草帽里，阮囝呢有采一寡果转来啦，恁吃吃水果来止渴。阮囝去提水啦，连伊都转来，看到一对的老人，开口合口，我的囝，搁想着。受重伤，那份孝事啊，愈是推心置疼。转来向这对的父母讲：“你的囝无丢离，予我用钱写着。”父母非常的着急，拜托国王，你甲我看到我的囝的辛苦病。国王就扶着这对的父母到河边去。老爸甲囝的头呢，抱来伊腿的面顶；老母甲囝的脚呢，抱起来伫伊脚的面顶。两个老人，一人一根手，就是。打在这个胸口的所在，摸到这个钱啊，向天叫啦，天神，我的囝呢，一向是信奉三尊啊，一生中都是用爱、用慈、用孝啊，伊哪会当着安尼的不幸呢？那一旦体谅到我的囝，这片的心是真诚的，那你就搁回复我吧。惊动了天地，天神啊，用着药疗伤，无偌久，但复活啦。真震撼，下令全国的人啊，要奉三尊修习戒，要学淡的孝行。咱听听这个故事，咱也应该会当了解，什么是佛陀。道理有偌多，咱也是博闻爱道啦。干那真想讲，我要听足多足多的道。啊，道理我每一项都真爱，只干那听，只干那追求。咱若无要身体力行，嘛无路用呢。这就是啊，佛陀讲，大家人敢知影？迄位淡。就是释迦牟尼过去成长一段的过程，在那当中修行，就是依足行好，所修的呢是足加好，慈爱天地万物，孝养父母。会当通体会人生一切的无常，一切都是虚幻，唯有呢真道啊，这个体力就是真理啦，才是真正人生所应追求。所以孝顺父母，不是家己去修行的定。
他也甲爸母带伫身边，以修持弘道、祈祷心态，咱来甲字呢爱修回调，真诶道理，咱爱身体力行，甲咱诶法愿，这念志愿啊，爱坚持。那么所讲诶教法呢，咱爱身体力行，叫做弘道。大家人日常的生活中，在这么一个安逸的境界，咱来好好把握，把握着这么一个安逸清净的境界，咱爱修持弘道，心念一点啊都唔通偏差，所以大家爱多用心啊。